女人敢送你这三样东西，就是在明目张胆的撩你，要你主动出击。一，明目张胆的送你礼物。女人都是矜持的，她们喜欢你，通常不会直接告诉你，而是通过一些暗示来表达心意。如果一个女人敢明目张胆的送你礼物，她就是希望通过这份礼物来告诉你，她喜欢你。无论礼物珍不珍贵，都可以感受到她对你的关心，是因为她花了很多的心思在这份礼物上。所以这个时候，男人们别犹豫，主动出击吧。二，送给你自己制作的小点心。在电视中，我们经常看到女主经常做一些点心或爱心便当送给男主，以此来表达对对方的爱。所以，如果一个女人能在繁忙的生活中为你精心制作小点心，那就很能说明了她在明目张胆的撩你，而你要做的就是主动出击，别辜负了人家的一份心意。三，主动给你洗衣服。其实，女人在深爱的人面前会瞬间变成贤内助，也会变得很勤快。看到你的一堆臭袜子，她都会撸起袖子去给你洗，丝毫也不会嫌弃。即使你身上穿的衣服，她看到脏了，也会给你脱下来洗。这时的女人已经彻彻底底的把你当成了她的男人了，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赶紧主动出击！这么贤惠的女人到哪找去啊？